料汤。怎么炖？排骨汤。我叫黄璇，这个是我大女儿马红佳，七岁。然后这个是我二女儿马可珍，五岁六个月，七个月啦。嗯，那能不能说一下大女儿跨境多久了？跨境一年了，就从去年九月份读小一开始跨境的。那今年？今年就读小二，妹妹今年读小一。明天就是跨境的第一天，哦，让他们自己准备笔盒啊、铅笔、橡皮，然后书包自己都整理好。你觉得辛苦吗？为什么觉得辛苦呢？因为每天要很早起来。那么早起来会不会很困呢？待久一点就不会了。想睡觉，看看给深圳有什么不同。